你这个是感染的这种程度里头，你这种指甲弧度是最好的。你这是接近于正常的指甲弧度了都已经，你就为了后期让把炎症治好，就让它长出来就完事了。你这里头有个大尖儿呢。放着。没啥事儿，嗯呐，不然，嗯嗯。疼呀！疼，娃娃疼的地方一抠开了，哎呀！对，你拽一下来呗，你好吧？嗯，我看嘛，我老得看他那发那个啥，出来了。哎呀，没事儿。哎，这多了一块，这个跟锯齿似的，现在一根一根的。你那肉碰着锯齿上，你现在能好？还能呢，难怪那天我哭整体，他这个由于反复又抽一蛋纹，反复肿之后导致他这边增生，他增太多了。你看这边是啥样？所以他这脚是非常好的脚，其实就是你处理不到，白瞎了，好，就是。